在你心目中其實麥牧師是一個怎樣的牧者呢？怎樣的牧者？他很細心的，他是一個很細心的牧者，而且 他真的很疼教會的弟兄姊妹，很疼教會。剛才了解了麥牧師在你心目中是一個怎樣的牧者，我又想知道其實麥牧師他是一個怎樣的老爺呢？在你心目中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老爺，我很幸運，我有很好的老爺奶奶，真的他們 是非常好，就是 很體諒我們這些後輩，就是他都很明白，就是很多事都需要處理咯，大家都有不同的事要處理，他盡量他都是自己處理到的事他才能處理到，就但他又很疼我們的，即係成日都，即係佢唔會話，因為我係老爺啊，所以咧就你要咁做啊，佢唔會嘅，佢只係話你係阿媽，你揸主意啦，咁樣咯，即係好開明咁。係，頭先你又提到咧，阿麥牧師好少會揾你哋去幫手，但係一有需要咧，佢就會揾你去幫手。嗱，我哋認識阿麥牧師咧，就真係好似萬能量噶啦。他有什麼不行的呢？要找你幫忙呢？我們很想知道。不懂改衣服啦、廚房不是他的強項啦你給本書，給本聖經他看啊，關於聖經方面的書籍呢，他可以跟你看得很通透，你給本Operation Manual 給他呢，他就你自己再看了就會解釋一下OK 啊，始為人知啊，呢啲啊。頭先你講過阿麥牧師喺廚房係佢嘅弱項啦。咁其實你有冇試過食過麥牧師煮嘅嘢咧？佢買翻嚟嘅嘢食咧，我有食過。係煮嗰啲咧，就印象中就冇啦。不過咧，佢係一個好有口福嘅人嚟。因為點解我咁講咧？佢雖然唔識煮嘢。但是你無論煮什麼給他呢，他都說好吃的，煮得真的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不好的，他都不會出聲，他都照樣咕一聲吞了去的，所以我說他是一個很好的老爺，都其實很容易服侍的。今天麥牧師80歲生日了，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想跟麥牧師說的？爺爺生日快樂啦，求神繼續去賜福俾你啦，保守你嘅健康啦，同埋係可以繼續為神做工。